把米找来了。我不找了。嗯，能吃什么？我要吃草莓果酱。只是加草莓果酱，你自己选的对不对？你今天想要吃草莓的，嗯，我们改天再吃葡萄的，好不好？嗯。会太干吗？会太干，那喝一点蒙牛奶吧。好。要小口，看会不会烫。OK 吗 ？OK 吗？烫烫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吹一下。好，电风扇再吹一下。出去吃晚餐，今天的晚餐有，嗯，然后菜菜，洋葱炒蛋，跟一根鸡腿，用力的啃，哎呦喂，啊，你的兜兜。你啃得了吗？哦，你啃下来了。嗯。有啊。嗯。怎么了？嗯。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了？嗯。你发现什么了？我看到有一只鸟在咬我的肉耶。嗯，我看有一只鸟在咬我的肉哦。嗯，对啊，这么大一只，对不对？什么颜色的？红色。红色的，对啊，我也看到了。一家很生气。嗯，那个红色的鸟，对不对？你吃水饺，你吃水饺哦，水饺还有蛋，来，我想吃蛋。好。那先放这边。那你要，那先咬吃一口来。慢慢嚼。壳子会弄到里面，来。把壳丢了。丢，你先把水饺吃完，你就把壳丢里面。先把水饺吃完，把壳就可以丢在碗里面了。嗯。找一半。一半呢、啊？吃下去啊。对呀，还是你要看大野狼。这个好吗？哪一个？这个好。
熊熊在孵啊。你的熊熊，嗯，跟我的好。嗯，你要扣扣扣了吧？不要，好不要啊。你看，三只小熊他们要出去玩玩喽。有一只青蛙也要跟他们一起出去玩玩喽。结果有一个小女孩进到他们的家了，哦哦，把小熊熊的汤都喝光了，然后她把小熊熊的椅子都坐坏了，她躺在小熊熊的床上呼呼大睡。那个谁来救她？她哭哭啊，她说。我的饭饭都被吃光了，谁来救他？嗯，我们觉得好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嗯，好不开心。嗯，啊，谁把我的椅子坐坏了？哭哭，我没有椅子了，我的椅子坏掉了。为什么有人对他们的床？对呀、啊，椅子。对呀、啊。为什么？有人跑进来他们家，他睡在他们的床上，睡在小朋友的床上。还有不？他，我用他，他也不走。哦，他也不走啊。怎么这样？他们三只熊熊就把那个小女孩赶走，赶走。你去玩吧。妈妈，妈妈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妈妈，你进来。在哪里？来，你进来。妈妈。好了，睡觉了。妈妈给你。记住。给你。你再讲一次什么？讲妈咪吗？你小小声的讲妈咪。没有，再讲妈咪，对吗？嗯，你小时候，妈咪只记得，你讲狗狗的时候，你知道你记得你怎么讲吗？怎么讲？哈伊。啊？狗狗？不是。你以前叫狗狗，你还不太会讲话的时候，你叫狗狗是这样，狗狗，狗狗。我不会。你现在不会了。狗狗。啊，对。狗狗。狗狗。狗狗。哦，是这样敲敲的，狗狗狗。有的狗狗。嗯。都敲门的时候就这样子，咚咚咚，就这样。嗯。是这样。看看里面有没有人，没有走的。嗯，好了，睡觉了。结果有人，他就赶快逃走。啊，他说：“这里我的门怎么那么脏？这里的土那么脏的。”你好会编故事啊！山羊群晚安。我想要有人照顾我，我想要当小朋友。你想要当小朋友？那你现在是小朋友啊，但是你总有一天会变大朋友，会长大。现在婆婆爷爷照顾你，妈咪爸爸照顾你，对。那个也要照顾我。然后啊，阿妈也会照顾你。那个也要照顾我。然后你就会长大长高，那你自己谁也要照顾我。啊？对。就这样了吧。老师啊，老师也会照顾你。那瑞瑞会吗？瑞瑞也会啊。那我袋子上面的小宝宝会照吗？袋子上面的小宝宝会啊。那其他的东西会吗？对吗？啊。